Don't know.知走了吗？对，现在没有知走。哎呀，我突然忘记我要讲什么了啦！各位等一下。 可不可以？对对对对，赤焰。哎呦！哎，不要挡啊！破坏之心啦！破坏之心比较没有印象。然后彩蛋之也是。 我彩蛋也太有趣了吧！就两颗蛋在那边，就是，那再我们讲一下装备好吗？它最猛的是它有最新的这个内容，最新上架的内容，很多东西都可以讲，非常有趣啊！ 你可以直接看试玩。